现在要演楚留香了，因为之前有好多个版本在那边，所以演的时候会有压力吗？其实不会有哎，因为我觉得该怎么说，因为毕竟啊，我们讲一些是比较经典的东西，对，但是经典的东西那个感觉永远都会在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下一个世纪了，所以其实我们会放很多新的意思在里面，就是有一些很多新的元素。这次非常高兴呢，我能够单演楚留香这个角色，那我会尽力去做好它，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支持我，谢谢你们。摄影器材来回奔波的记者，尽管计算好了时间，实际情况却难以预。还有人紧追不放，直到偶像乘车离开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